2023首届聚会农业博览会呢，在富华会展中心开幕了。那今天呢，小文就带你们来现场看一下有哪些亮点。看到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呢，在家里用手机就能一键启动田间灌溉净排水，实现一人万亩农田的管理。这款拖拉机呢，它的轮子比我的个头还要高。那这款拖拉机呢，它是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一款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，它是国内最大的智慧型拖拉机，而且它是潍坊产的。看了这么多啊，如果你们也感兴趣，欢迎来现场打卡吧。